过滤器一端连接瓶盖出气口，另一端连接吸弹器负压孔。注意，有标记的一面朝上。软管一端连接瓶盖吸引管接口，另一端连接吸引导管接口。注意，吸引管开口需呈现闭合状态。 打开电源开关，向右拨动负压值，负压值越高，反之负压值越低。家用吸弹一般无需调节，实现顺畅吸弹。